嵩山慈惠堂自民国68年母娘辉鸾指示，尽早兴建宗教文化道场，举办社会公益活动以来，堂下弟子莫不日日以此为念。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为成就母娘百年弘教圣殿，经过数十年的起心戮力，本堂得以着手规划母娘文化馆、母娘教育馆，供子孙追思长辈的庄严处所，道路拓宽工程，大型蓄水池及警消专用救难待命中心等九大建设。其中，母娘文化馆以宣扬母娘教义为主，并展示多年来虔诚信众供养母娘的珍贵文物。另外，本堂图书馆将扩大规模，与母娘教育馆落成后重新开放，除了提供学子进修之用，更致力于典藏道教相关书籍，以兴传后世。上开工程于110年初正式动工，预计3年完竣，为兴建经费庞大，非一人一力可成。正所谓大道难行，众志能行。恳请诸位大德鼎力相助，让我们一同携手为光大母娘信仰再开新游，感恩护持，功德无量，嵩山慈惠堂敬请。